那有人要捡空投，可能在水城他们要打起来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干。这没有一个兄弟，你是跟谁兄弟们呢？可能我们都是那个兄弟，我觉得。哦，姐妹，好吧，我的。哎，姐妹好像也怪怪的，那还是兄弟。开等了，开等了，开等。啊！有人打我。哎，先打这边，先打这边的，先打这边的。哎呦！哎呦呦！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了。哎呦妈耶！哎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我这王炸小哥哥的分。哎，压死了一个。小唐的不干事儿啊！我被炸上来就打。哎哎哎！小唐的可以接我，小唐的嘛事不干，演员是不是啊？啊！说啥呢？我没投，我这没投，我慌了，别着急呀。我没有子弹了，我的天哪！好的，你看好了，我不帮你打掉他。天哪，我们俩并肩作战，慌了，不慌，我跟你说，那个人跑不上来，他没那么快，怎么办呢？给点指挥啊，小叮当。我指挥伤心了，被你的一顿操作啊！上次咱俩打个照面，你就开一发，你就躺那，你也不说话。我不是，我点上去一个单发，还是一个三倍镜的猛男枪，我瞬间慌了，我说回来休息一下，我等会再上去。你不行就走了吧，开车进圈吧，狗哥，你换个子弹，弹夹里就四发子弹。那我觉得没必要，你觉得呢，狗哥？你觉得我们有必要跑吗？我们不存在跑的，我们宁可站着输，我们也不愿意跪着跑。我看你们离那个水塔越来越远了。我们这是战术性的拉枪线。哎，哎，我们冲一波吧，怎么样？哎，他最多就一个，二打一绝对行。我先去打他一波，然后留个一滴血给你杀，狗哥。啊，不用，你杀。可以。没看到人，这个人怂了，他跑了。这里还有右边是不是？右边是不是有小货？看到了，开挂，还可以吗？可以。哎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有点那意思了？嗯，可以。来，上车，狗哥，上车，我们有车的。来，跟着我就完全没问题。这小叮当靠不住，还得靠我小团团。我真的。哎呀，没事，跟着我，我们两个人，我带你杀到决赛圈。不要怕，等一下你往草地里一趴，好吧？你看那个车，一会儿就死半道了。交给我。我带你去一个中心圈，我们直接去杀这个房缺，好吧？杀呀，嗯，行，来，就这里，就这个家。哇哦！我有12瓶饮料，哎，我怎么这么多饮料？你好富有啊！是的，我等下给你分几瓶吧，好吧？你这12瓶有多少是从我包里顺的？你那么肥，不给我们分装备？刚刚我这一波不能帮你，就是因为装备不好。我该死。自从你离开我们的那一刻起，你的饮料就不是你的饮料了。你要知道了吧，你先得这个团队强，你先得把你二把手给他养父了，这样我们才能保护他们俩，不然我可能随时都走的。对呀、啊、随时卖你哦。啊，有车要来。哪里有车要来？听见没？听见了，他来了。停了，多坐。左边，狗哥。我左边，我打倒一个。我去，我去。你可以进去把他补了。我要去。不要。没事。哦。还有人，没事，团团支持下你了，我为我的鲁莽道个歉。好，小团团。左边那个窗口，你给他撇个雷，准有，真的啊！真的吗？撇真的，我撇。你走点心行不？好。哎，怎么情况？怎么死了一个？哇哦！他们人在哪？哎呦，那个屋子里，还在那个屋子里。对，现在是我们的学习时间。对，我现在很认真在学，我马上要瓜子吃了，吞口烟。刚想说你，然后打个药。我准备冲了，走。是这样子的，我先把自己搞没了，你现在可以心无旁骛的打了。对，不要有负担。没有，
现在没有人可以阻拦你吃鸡了。嗯，在哪儿啊？我哪知道啊，我也没透视。你猜一下呀，一般你会躲哪？如果就你一个，用排除法，应该他不在机场，他应该还在被周围。我觉得这个排除法很有用。楼上再看一眼。怎么样？哎，看到了！哇，好吓人！这什么玩意儿？看了个头吧，这是。怪吓人的，真的好吓人，真的蛮吓人，我吐了，这个逼好阴啊！哇，好吓人，那个就探了个头。第一把，说实话，这一把我还可以，我还表现的还不错，前期就是有点资源有点差了，看出来了。小团儿变猛了，是吧？有猛了一些吧？那可不厉害了。